红巧克力大赏，先来一个我们中国的人体形状巧克力，口味好重啊，在网上很火很火的呀，你知道吗？它就是所有的巧克力的形状都是人体器官的模样，198块钱，大开。我的天哪，这个做的还是你看有点粗糙的，啥那个鸡肉上面怎么一个个那个蓝色的什么鬼？我不敢吃啊，一个角，我的天哪！甜的，仿佛吃到了一个臭脚丫子，这个中间还有脆脆的感觉，我咋地？这个值得买，值得你买，这个有创意，你送给男朋友，男朋友会爱死的好吗？下一个是韩国的一个巧克力，就是它每一个都是橘子包着的，45块钱一盒，哇，就这几包，好薄啊！我的天，坑爹，45。碎的，你看，长得是挺像橘子的，一面是这个橙子的样子，一面是巧克力。怎么这么好吃啊？既有橙子的水果果汁感，哎，又有点巧克力的香甜味，爱了爱了！这个巧克力可以入手，姐妹们，超好吃。日本的这个 Royce 家的一个北海道限定，我的天，你看这个 Q 炸了，好丑的熊啊，拿出来。这个中间有小粟米，好好吃啊！你尝尝看，有那种淡淡的抹茶香，再尝尝这个最可爱的，嗯，不咋地，它应该特有名，嗯。不知道为什么少量的巧克力包裹在外面，里面全部都是那种泡米，一点也不腻。